2017年10月1日香港祈祷日，我哋会喺马湾罗亚方舟设立中心会幕作祈祷营地，全日朝十晚十，12小时不住敬拜祷告，祝福香港同埋中国，亦都会喺各区设立会幕，方便大家加入祈祷。今年嘅大会主题系诗篇111篇九节，他向百姓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罗亚方舟是一个适合一家大小的祈祷营地，大家可以自由去到中心会幕集体敬拜祈祷，亦都可以去到30多个家庭儿童会幕，他们有不同的主题。大家去观摩祈祷，写下你或者其他人的代祷事项。在祈祷洞里面，大家可以读经祈祷，而祈祷乐园亦都会在下午开放，大家可以自由去歌唱、祈祷、游艺、绘画，你怎可以不参加呢？参加方法很简单，如果你选择直接去到罗亚方舟，你可以由青衣站搭免费的旅游巴士入到去罗亚方舟，亦都直接可以去到大会所设立的祈祷点。这些地点和时间可以在我们的网上查询。而作为教会，亦都可以有两种的参与方式，包括向主办单位申请旅游巴直接接送去到中心会幕，亦都可以向我们申请令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祈祷中心。那如果团体、小组或者团契可以怎样有份呢？亦都可以立即组织和登记成为祈祷敬拜队，参与我们的车队和船队的巡游。而到了晚上6点，我们约实你们在你们所身处的地方 click 上 Facebook 观看现场直播，直播是全日的。鼓励你可以背诵诗篇111篇，然后一起讲阿门。10月1香港祈祷日。